市长卢秀燕和议员们一同参与台中大里瑞城活动中心的动土典礼。 大里区人口不断在成长，那回熊偏，那尤其大里的瑞城里是大里第一大里，里长一再希望说能够重建。那整个经费呢，从2500万，后来因为物价调整，现在总经费要4200万。那我要非常感谢我们在地的瑞和工黄主委率领所有的委员，捐了其中500万，减轻台中市政府的负担。 大里地区人口稠密，光是瑞城里就有15000多人。为了兑现竞选承诺，卢秀燕也特别感谢里长以及地方上的支持。虽然寒流即将结束，但是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尤其气候在交接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最关心市民的健康，除了防疫以外，也要注意保暖。我们台中市有案过可以追踪到的街友大概400位。那刚我们在 过年前就已经提出了防冻计划，所以当时呢，除了给他们打疫苗之外呢，那同时也有发放御寒衣物。预计明年5月完工的活动中心位处成功路闹区，附近居民都有很高的期待，这里也将成为市民集会、休闲和灾害避难收容的多功能场所，也希望能带动周边地区发展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